哦，这个run看起来很不错。对 ，Ridge Run， 我们多跑两次再回内巴达。我们现在要跑 Ridge Run， 这边也有看得到湖。来吧 ，Ray 带头。开什么 ？Ray 今天第一次换回来 ski。多久 ？OK， 呀、yeah ，十年了。十年有了，对。那这是我第二个 run。好，第二个 run， take care。Anna， 你要我在你前面、后面、后面哈。突然来一个 wave， 我们画一下。OK， let's go。突然来一个 wave。哦，你要等一下。好。跟他们的人会冲有没有 ？OK， 我们现在在 Ridge Run California 赛，对，要带头。隔了十年，第一次回到 ski。对，今天是现在第二个 run 而已。第二个 run。OK， good luck。好 ，Let's go。我重新 narrative。这边看得到了 Tahoe。好，走喽。We take two、yeah.。Take two。没有，刚故意冲过来拍你一下。我们去拍的机会很多。好 ，Let's go。好，那 Hannah， 你再录好了，我这样可以杀，我可以慢，没关系。我刚刚是怕我慢不下来。来，我们会离你一段距离，没关系。Let's go。对，我在中间就两个人都拍得到。OK， 那我在后面。好。爸爸跟你哈。对。我都在他后面挡人了。我撞的话，我是撞他爸爸。不会，我都帮他挡人的。如果看到我也会倒车了。嗯，好，你看，倒车就这样嘛，然后就刹就好了。好，小心一点。Easy。漂亮的两套。慢慢来，好漂亮的在看，好，我们休息一下。腿会酸了哈，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没关系。在这边挡住了。他腿酸了，休息一下。哦，谢谢。嗯，哎，这边跟蝗虫一样，这要小心来。好，一群一群的，你知道吗？对对，慢慢来，慢慢来。这边，你知道为什么会塞车吗？对。你知道为什么会高速公路上为什么会塞车？对。为什么？那你继续录，是一样的。继续了，这次把杆杆弄短一点，不然手好酸。
Let's go.下去了哈，瑞呢？啊，再等一下好了。对，还有草呢，右边一直下去哦哈。我们 Canyon Express 再一次好了哈。OK， 我们现在在 Sky Express 上面要登峰去，这是顶 Heavenly 的最顶了，对，超过10000英尺，后面是 Lake Tahoe， 正前方是山顶。所以这是我们昨天上去那里。昨天你们也有上过这里，是不是？嗯，就昨天你带那个 Deeper， 那是 Deeper， 那是不是？这是 Sky Express， 这是最高还是那个是最高？这个是最高。哦，是啊，这个才是最高。然后哦，这个就是后面有一条那个很烦很平的，对对，我就说你 snowboard 会很烦，今天你就 OK 了，对对。不要，不要，我们不要去。只有一条啊。我不要去。你没有其他路啊？没有，都在坡。OK，Let's go， 我们在 Heavenly 最高点要回 Nevada 山，坐 Sky Express 上来的。那个还是 Hannah 带头好了，好不好 ？OK。这条风景很漂亮。如果你们专心滑，我拍下来，你们回家也可以看。我明后天，我明后天会了哈，我就带我那个
然后我就帮你们拍了。好，谢谢。因为我这个可以 balance 就没问题。好，走。这个要当那个 cameraman 还是 ski 比较方便？ You know that？ 对呀、啊、对呀、啊，我跟对 yeah OK， let's go。cameraman 还是要 ski 比较方便。我学了这个就是因为我想要想当 cameraman， got it。然后拍你，还行。对 ，snowboard 要帮人家拍真的是不方便。Exactly。漂亮的两大峰。影像一前一后是用360最好的，全部都拍得到。对，可以顶一下。休息一下，是不是 ？OK， 是。我这个练那个。就内巴达了，内巴达山，湖就看不到了。哇，天哪！你看右边，内巴达。哇。
好，我先过哦。好，我到前面等。哇，还可以啦，那个。哎，好，可以接受。好了，就慢慢走。等一下这边比较冲快一点，要休息尽量靠旁边一下哈、哦。就不要停就好。对，要停就或者 slow 后面也可以停，没关系。越长停越累。不会不会。会。哦，哎呀，刹车就当然累。越长刹越累。对，我不要用刹的，用转。好。Think， 转。那不对。我还是跟 Hannah 后面好了，啊，你跟我后面，这样就两个都拍得到。Turn not to break， 我不跟了。好，不跟了哈。好、哦哦。我们是要去 different 哈、哦。Yes. Okay. See you at Dipper. Dipper is place. 好，小心一点。我们你跟我好了，下去，下去在右边、啊。我知道，没关系，我跟在你后面。好，走了，小心一点。好 ，Let's go. Yep. 在 break 的前面有一些 bumper。尽量靠右边，到那个黄色旗子后面休息。这里好玩哈、哦。小心小心。可以。好。
这边人也多了。